跟人家在这里。你蛋蛋蛋，爸爸妈妈要出去玩喽，你要乖乖哦。OK。爸爸妈妈会回来接你的哟，两个星期 ，OK？ Got it？ Yes， Yes。你不 Yes 吗？真的 ？Yes， Yes， Touch nose， Yes， Good boy。你要 promise me 乖乖的哦。OK， OK。你要乖乖的哦。走了，我们要去机场啦！我是帅哥，拿近，帅哥嘞，咦，帅不帅？帅！我们要一起在里面。不是这样吗？哎，这还挺火，真是。哎，你马上要摔倒。To where? 你来说。We are going to Barcelona. 不是 Toronto 吗？Barcelona. 你就说中文吧。Barcelona, my dream city, one of my dreams. 每一次都是你的 dream city. 我去看球的。OK. 可惜，你知道星期六正好有一场比赛，你知道吗？那你定了吗？不行，星期六我要看集市。我好研究他这东西该怎么用。小明快点。你好，你好，你职业。我没有去巴塞罗那。Yes。这个地方，如果你要选择这样子的话，你只选择这样子就可以选了。再来问小明。这个是你按了之后，是你的绿灯。你怎么都知道啊？哦，对不起啊。Hope I make the right choice.
然后这是我们门口，然后这是卫生间，对对，东西还挺全的。然后这单独洗澡的地方还挺方便的。我要去小明的 dream place， 快乐的小明，小明回头。黑脸。这是小明最想来的球场。这是小明。Thank you。香啊！不，真的那甜吗？我喜欢吃，真的、啊。辣椒，它吃上比较酥脆。这个不像辣椒，这个像干煸四季豆。嗯，嗯，不管它炒的怎么样，我都觉得好。这是我们点的外卖，然后这是小明的鸡，这是我的牛腩，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来看剧然后吃饭。现在是几点？晚上七点，对吧？我敷面膜。哎，我这特效会动哎。然后小明去帮我烧咖啡的水，然后我们今天要去。那个景点，然后所以今天会很忙。我们昨天晚上8点睡了吧，然后7点就起来。这是我们昨天买的可颂，这是小明的，这是我的，他给我咬了一个好大的口子。然后这是他刚给我做的咖啡，然后我们要吃早饭啦。Morning， 我们现在要出门啦。这是我们住的街区。
孙家堂啊。逛街，然后等会儿去吧。塞维利亚，对吧？小明。啊，第二个。嗯，拜拜。Let's go。为什么没有香？没有香。你看遇到好吃。嗯。嗯，你这个好好吃哦。我的嘞。辣的，你想吃辣的？我跟你换。嗯。要不要？嗯。要不要？我要。你把我的吃了。嗯。关键很有嚼劲。不只有我觉得。
觉得比温哥华的好吃。现在到哪啦？然后我们现在在等车，准备等一会儿去我们的民宿。谁跟你消费的？我告诉你，我只会给他一次机会，我只用勺子。有股麦当劳的。他可能从隔壁麦当劳拿过来的，快点吃一口。我们在哪里？哎，开始了吗？你是公主吗？开始了吗？我不知道。开始了吗？这个怎么 ？OK。回答我的问题，你是公主吗？我是，你是王子。那你是不是应该住在这里？拜拜 ，See you tomorrow morning。这是你家吗？这是我家，欢迎来到我的家。这是怎么吓一跳？我们现在刚吃完饭，然后这是，喂 ，sorry， 这是哪？这是你家。这是我家，我们现在准备去小明家。你是公主吗？你是公主就应该住在这里啊！我是王子。不，你要回你的报名书。我是青蛙。拜拜，公主要回家了，王子明天见。青蛙明天见。